就直接往这边冲了，也没有问路，然后我该说是因为我的方向感比较好吗？不是，完全就是一股傻劲而已。我的表演，我做表演这种东西，其实基本上都是傻劲。我觉得这个样子，我 OK， 对，他接 stereo， 我直接 stereo 完了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音控，积极的配合，没有，接下来就是。我要各位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今天的表演要叫切宰那卡西？好，欢迎各位中立，还有中立附近的朋友。我想可能有的是从内地，或者是桃园，或者是杨梅或埔心，或者富冈什么，或者是甚至从湖口、竹北、金峰，还是从什么树林、莺歌来的各位朋友。在下鄙人小弟，我黑狼，为各位今天带来这个黑狼切宰那卡西，黑狼切宰那卡西。因为其实我希望就是说，透过这一次切狼，等于说是。也要感谢主办单位这次能够为我安排，能够跟在地非常有名的一个老板鲁一郎先生，能够本来是有一个同台演出的机会，可是他据说鲁一郎老板有带自己的舞群，我说那就各自时段各自排，然后各自这样表演，那就变成说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可以就合作。那这次还是说黑羊纳卡西是黑羊纳卡西，鲁一郎是鲁一郎。我想之后应该还有机会的话，在那个合作机会之前，我希望可以去实际去鲁一郎那边，真正的买一些卤味来吃，来振兴在地的经济。然后在这边，另外还当然还是要感谢主办单位，深夜唱片行 Voice 深夜唱片行能够这次能够有一个算是一个不错的夜间音乐会，然后能够有好的器材、好的舞台、好的设备，好的音响设备、好的灯光设备，然后热情的工作人员，热情并且亲切的工作人员。谢谢大家。那个。我们一般知道所谓的切大，切大就是切大，其实就是在阳春面里面再加一些料，那个料就叫切大。然后切大是其实在里面就是有很多卤味，就是说通常都是一些什么，好，当然就是卤蛋、海带、豆干。如果卤一郎老板他做的是卤味的话，那我就是
切啦。我知道这样有点冷，基本上就是主办单位问我今天要用什么形式，对，今天要用什么名义的纳卡西，通常我叫黑羊纳卡西，可是我的表演就是说，我的表演通常都是说会有一个主题，黑羊什么什么纳卡西，那我今天来这边中立第一次的露天表演，那就是我叫做切纳纳卡西，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这个 potpourri。里面会有很多料，你要从里面会找到什么料，谁也不知道。好，这个是我各位，就是说，用刚才用这首歌跟大家，稍微打一个招呼。那个话这样嘀嘀嘟嘟的，请多包涵。好了就好了。